你刚刚有看到大力跟小巴吗？有啊，月亮姐姐，而且他们看起来神秘兮兮的，不知道在做什么哎。该不会他们要出很难的题目，要来考我们小朋友吧？不要担心，不管多难的题目，我们都可以勇敢挑战，对不对？对。挑战的时间到了。赶快来看一看哦！哎呦，怎么长那么帅？耶，真是太迷人了！左看右看，就是这一张。嘿嘿嘿嘿，就是那个小朋友，你们知道他们在看什么吗？看猫的。我知道哎，我知道。大侠，没关系，那他们赢。交给月亮姐姐来。好，大力小巴，你们手上那个神秘的东西，可以给我们看一下吗？当然可以呀、啊。那数到三，一起翻开。好啊，一、二、三，到。真的是一个英勇又威风的海盗哎！小巴看起来就像一只正在钓鱼的大猩猩。什么大猩猩啊？这一张是我选出来最帅的海报了耶！好好好，今天小朋友，如果你们赢了的话，可以得到我的神器签名海报。如果输了也不用太难过，因为你们可以得到小巴的好笑签名海报。不对啊，为什么赢了就是得到你的，输了就是得到我的？因为你的照片可以带给大家欢乐啊。说的也对，好了好了，只要小朋友你们开心，我也开心。那我们赶快来玩猜谜游戏吧。那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一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第一个提示是尾巴，卷卷的尾巴哦，而且啊，它可以这样子，还可以，还有，注意听哦，还可以，很好玩吧？嘿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不止尾巴会的，它的嘴巴还会像吸管一样，而且啊，它睡觉的时候很特别哦，你们看，它身体会直直的，会站着睡觉。小巴，这个你也会啊？章鱼船长说啊，你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，都会站在厕所前面睡觉打呼啊。是吗？我该不会是在梦游吧？小朋友，他们刚刚说的这种动物很少见，你们有想到是什么了吗？猴子可是会站着睡觉哎，还有吗？站着睡觉。猫头鹰。猫头鹰。小朋友真的很聪明哦。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今天要猜的是一种海中生物，它的尾巴是卷卷的。尾巴卷卷，海中生物还会站着睡觉的，大家都会想一想。答案呢？怎么办？不要担心，那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提示。没问题，船长，请给我们第二个提示。谢谢船长。嘿，袋子，意思是说啊，这个动物身上有一个育儿袋，它可以随时用来照顾小 baby 的。哇，你呀、啊，你们看，它真的是一个好妈妈哎。身上的育儿袋是放在爸爸身上，是由爸爸来照顾小 baby 的。哇，真的是一个好棒。
巴拉猜不懂，巴拉巴拉哔哩巴拉猜不懂，猜不懂猜不懂，永远猜不懂。小朋友们太厉害了，等一下我们要整齐的说出我们的答案是什么。海马。没错，我们的答案就是海马。是海马吗？我们请船长公布正确解答。你爸卷卷的，嘴巴像吸管一样，爸爸身上有育儿袋的海中生物就是海马。哦，他们猜对了。耶、yeah! ！是的，船长，接受失败的惩罚吧。赞！假装的。大力，我们输了，你还这么开心啊？海盗输了，代表小朋友赢啦，所以大家就可以得到我的神奇签名海报。哎，那我的也不错哎，不如一起免费赠送。好啊，下次。啊，下次我们这次不行哦。嗯，这次要送我的，我的。可是我还有好多好多好多都送不出去耶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午间1200悠悠整点新闻，我是主播甘柳丁。首先为您播报一则重大新闻，就在今天早上8点左右，南方卡加布列岛发生大海啸，海浪冲进当地民众家中，高度达2公尺，所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好，我们现在将现场交给记者蔡彩虹，为您关心一下现场最新状况。彩虹。是的，柳丁主播，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就是卡加布列岛的大头呱呱村，要来为你采访一下当地的民众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我们要见面啦。Hello， 阿妈的弟。你不是高雄的李大头先生？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哎呦，跟你说啊，这就是我老家了。你好，老弟。不好意思，我们要见面了。等一下，啊，你不是要问海啸当时的情况吗？对，麻烦你。好，听清楚哦，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。所以当时的情况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喽。啊，对呀，对呀，还好我的游泳技术很好，我当时可是用。蛙式，蛙式你知道哈？还有自由式，还有狗爬式都派上用场了嘞。李先生，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没事没事，只是刚刚啊，多喝了几口海水，呛到了。哦，这个海水真咸，呛到真难受哎。对呢，为什么海水是咸咸的呢？为什么？好紧张哦！今天终于要跟聊天半年的网友见面了，不知道等一下可不可以问他那个问题 ？Hello， 我来了。来了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嗨、啊，怎么是你呀、啊？哎呦，怎么这样啊？啊，你不是特别来找我问问题的吗？我哪会找你啊？其实我是，算了啦，跟你说，你也不会懂啊。哎呦，怎么这样啊？你刚才不是自言自语的说要问问题的吗？对啊，我是想问啊，海水啊，为什么会咸咸的？对了，海水，海水。哎呀，怎么这样啊，年轻人？你好会问问题呀、啊，这一题人家超会的呢。好了好了，你会你就赶快回答一下。哎，啊，注意听哦。是这样的，据说海洋在刚形成的时候并没有那么的咸，
后来经过不断的下雨，雨水把陆地上的盐分冲刷到河流里，河流的水又流进大海里，才会让大海的盐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所以海水当然会咸咸的啦。当然，这是经过很久很久的时间才会变成这样的哦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不过，我那个网友怎么到现在都还没来啊？嗯。请问你是口红胶吗？嗯，那你是生命资格彩吗？对呀，啊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嗨，怎么这样，年轻人？你真的不是真诚来找我的？哼，那你到底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？对哦。我是想问啊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交往啦？我愿意，我愿意，不是你啦，我愿意。那我们交换吃。我也要吃。Watch it.
备的早餐香蕉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哥哥猴，你在做什么啊？柳丁哥哥，我在准备要吃早餐啊。你的早餐是香蕉，好棒哎。那你知道一天当中早餐、中餐跟晚餐三餐里面哪一餐最重要呢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老师有说过一天三餐早餐最重要。答对喽。那你知道为什么早餐这么重要呢？我不知道哎，柳丁哥哥，那你快点告诉我为什么早餐这么重要啊？你想想哦，你从昨天晚上吃完晚餐然后去睡觉到今天早上醒来，应该有十几个小时没有吃东西了，对吧？对啊。那你会不会觉得肚子很饿很饿呢？对耶，肚子好饿哦。那肚子饿会不会让你没有精神没有力气了呢？对对对，我肚子饿的时候就没有精神了。所以啊，吃早餐可以让你拥有丰富活力精神饱满的一天哦。吃早餐还有什么好处呢？每天吃早餐还可以帮助我们的记忆力跟脑力发展，所以要当一个聪明的孩子一定要记得天天吃早餐。好，那我要当个聪明的孩子，我要来吃早餐咯。那我要来吃我的早餐咯，有牛奶，还有谷麦片，还有水果，营养又方便，让你活力一整天。认真念书也不要忘了看悠悠 TV 放松一下哦。今天要做什么料理吧？大家好，我是香喷喷的主厨香师傅，欢迎收看料理甜甜圈。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茄汁香 Q 面，快来看看要准备什么材料。材料有水饺皮10片，洋葱3颗，大蒜20克，奶油20克，番茄罐头200克，还有番茄酱30克，高汤300cc， 猪脚肉300克。今天我们要把水饺皮大变身，变成好吃的香 Q 面，而且是茄汁口味的哦。好，所以我们要把水饺皮擀得薄薄的，然后再切成一条一条的哦。我来滚薄，我来切。Perfect。哇，好厉害哦！果然是大厨跟小厨哎。那我也来把洋葱切成小丁。好，好，首先要用奶油把洋葱还有蒜末炒香，炒得香香的。炒香后呢，我们要把绞肉放进去。好，放绞肉。哇。今天我们是用小朋友们最喜欢的番茄酱汁，所以呢，我们要准备番茄罐头，把它倒进去，然后呢，再加一点高汤。好，还有好香番茄酱，好番茄酱，好香哦。把火关小火，让它慢慢的煮滚。哇，好香哦！在等酱的同时，我们可以先煮面。大厨好聪明哦，不过因为水饺皮啊很容易煮到烂掉，所以啊记得要煮3分钟就可以了哦。好，那这边水滚了，我们可以把刚才做好的面放下去，稍微把它拨开一下。这样还不会粘在一起。好，差不多好了，把火关掉，然后把面捞起来，哇！然后我们把它放到刚才煮的酱汁里面，这样才会让水饺皮更有味道。没错，让它入味，搅拌一下，好香哦。好，差不多了，把它装在盘子里。我都快流口水，你有闻到吗？有。等一下。好香哦，陶醉的感觉哦。快要满出来了。好，就这样。我们看我们的茄汁香 Q 面完成了。那我吃
吃看哦。啊，夏师傅，我也要吃。我先试试。啊，不吃吧，夏师傅，夏师傅。用水饺皮做的香 Q 面 ，QQ 的面条，香香浓浓的番茄肉酱，不止大厨小厨喜欢，连我也好想赶快开动哦。美味开动，快来吃看看哦。我觉得番茄的甜味都跑到面条里面了。很像意大利肉酱面耶，面好 Q 哦。